今天再搂个羊头，刚出锅的这个是，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热。完了，这个羊脑吃不到了吗？今天羊脑是必须吃的，好不容易把它给砸开了，老费劲了，这一块是最好的。吃完羊头，来一个咱们家的白云豆黑咖啡果实果冻。很多老铁等这个活动等了很久了啊，明天上午8点钟记得预约一下啊，你们都懂的，不用多说了。细嚼慢咽，多喝点热水。明天上午8点钟记得预约一下哟，等你们。